第15次，15次。主席，拗就無謂啊！佢嗰份文件嘅第5頁第16段，咁個A股文費第二，即係羅馬數字二，咁就擬備招標文件嘅評審標書，即係就係呢個陳偉業議員講嘅，所謂招標同埋審標啦，應該如無意外都係啦，係咪？咁你就要使1820萬啦。 如果冇講錯嘅係咪？咁你點解連城規程序都未過，咁你就即係擬標咧？而家要擬定標，仲要審埋標，即係你先使未來錢定點咧？咁呢千1820萬俾咗你之後，即係令到你以後冇得翻屋企喎，翻唔到轉頭啊，因為你擬咗標，俾人哋出標書啊。咁你當然有嗰陣時候講嘅喎，喂，我哋擬咗標，你唔俾錢，我招唔到標喎。 你講緊乜嘢喺度？造價提升咯，遲咗係嘛？又話造價提升，咁你點搞啊？喂，1820萬啊，幾多罐午餐肉啊？黃國興，黃國興，幾多罐沙肉？幾多罐豆豉鯪魚？黃國興咧？你講奶茶？你夠鐘啦，就我想問問幾多罐午餐肉啊？下一位係。